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华尔街故事》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一、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进步，金融股看好；二、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普及，医疗股前景佳；三、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技术革新，家居股新机遇。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 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进步，金融股看好。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前沿又有趣的话题 ，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进步，以及为什么这让金融股看好。这个话题就像是一场金融界的科幻电影，充满了惊奇和机遇。首先，让我们回到几十年前，那时候的投资者就像是拿着地图和指南针的探险家，依靠自己的经验和直觉，在金融市场中摸索前行。那时候，投资决策更多是基于人类的智慧和情感。这就像是你在赌场里下注，靠的是运气和一点点的策略。然而，随着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人工智能 AI 的崛起，投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AI 就像是给投资者配备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导航系统，不仅能够分析海量数据，还能预测市场走势，甚至能够根据每个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和财务目标，提供个性化的投资建议。想象一下，你有一个私人投资顾问。24小时不眠不休地为你工作，分析全球市场动态，监控你的投资组合，并且根据最新的数据和趋势，随时调整你的投资策略。这就是 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的魅力所在。那么，为什么这让金融股看好呢？原因其实很简单。首先，金融机构是这场技术革命的主要受益者。银行、投资公司和保险公司都在积极采用 AI 技术来提升他们的服务质量和运营效率。这不仅能够降低成本，还能够吸引更多的客户，从而提升盈利能力。其次，AI 技术的应用还能够帮助金融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通过对市场数据的深度分析，AI 可以提前预测潜在的风险，并且提供相应的应对策略。这就像是给金融机构装上了一个预警系统，能够在风暴来临之前提前做好准备。最后，AI 技术还能够促进金融创新，比如通过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金融交易可以变得更加透明和高效。这不仅能够提升市场的信任度，还能够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总的来说，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就像是一场金融界的革命，为投资者和金融机构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金融股看好，正是因为这场技术革命正在为金融行业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所以，同学们，当你们下次看到金融股的走势图时，不妨想象一下，那些数字背后正是 AI 技术在默默地发挥着它的魔力。希望这个话题能够激发你们对金融科技的兴趣，未来也许你们中的某些人会成为这场技术革命的引领者。加油！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普及，医疗股前景佳。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一个既前沿又充满潜力的话题——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的普及以及它对医疗股的影响。这个话题不仅关乎科技的进步，还涉及到我们的健康和钱包，真是一举两得呀！首先，让我们从一个小故事开始。话说，在不久的将来，有一位名叫小明的年轻人。他的生活因为数字化医疗设备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小明是一位程序员，平时工作压力大，生活作息不规律，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某天，他的智能手表突然发出警报，提醒他心率异常。小明赶紧打开手机上的健康应用，发现自己的心电图数据显示有心率不整的迹象。于是，他立刻预约了线上医生，通过视频诊疗，医生建议他进行进一步的检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数字化医疗设备的几个关键点，首先是实时监测，智能手表能够随时随地监控小明的健康状况；其次是数据分析，健康应用能够快速分析数据并给出建议；最后是远程医疗，让小明能够在家中就能得到专业的医疗建议。这些技术的普及不仅提高了医疗效率，还大大降低了医疗成本。那么，这些技术的普及对医疗股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数字化医疗设备的需求量大增。随着人们对健康的重视程度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使用智能手表、健康应用等数字化医疗设备。这些设备的生产和销售公司自然会迎来业绩的增长。
比如说某些专注于医疗设备的公司，股票价格可能会随之上涨。其次，医疗数据的价值提升。数字化医疗设备不仅能够收集大量的健康数据，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更加精准的医疗服务。这些数据的价值对于医疗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等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些能够有效利用这些数据的公司，未来的发展潜力无疑是巨大的。最后，远程医疗的普及。疫情期间，远程医疗得到了快速发展，数字化医疗设备的普及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远程医疗不仅能够提高医疗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够覆盖更多的偏远地区，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这对于那些提供远程医疗服务的公司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总结来说，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的普及，无论是对于我们的健康，还是对于医疗股的前景，都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当然，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希望大家在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能够理性看待投资机会。好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从中有所收获。下课。谢谢小六子的介绍，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技术革新，家居股新机遇。各位同学，今天我们来聊聊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技术革新，还有这些技术如何为家居股带来新机遇。这个话题可谓是现代科技与生活的完美结合，让我们一起来探讨其中的奥妙。首先，什么是智慧城市？简单来说，智慧城市就是利用各种先进的技术手段，提升城市的运营效率和居民的生活质量。这里面包括了物联网、IoT、大数据、人工智能、AI 等技术。想象一下，当你早上起床，窗帘自动打开，咖啡机已经为你准备好了热腾腾的咖啡，这就是智能家居的一部分。智能家居技术革新，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舒适。比如，智能灯光系统可以根据你的日常作息自动调整亮度，智能温控系统可以根据天气变化自动调节室内温度，还有智能安防系统，让你即使在外也能随时监控家中的安全情况。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还为家居股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采用智能家居设备，相关企业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比如，生产智能家居设备的公司，提供智能家居解决方案的企业，甚至是那些专注于智能家居软件开发的公司，都有可能在这波技术革新中受益。说到这里，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话说有一位老教授，他对科技一窍不通，但他的孙子却是一位科技达人。有一天，孙子给老教授安装了一套智能家居系统。老教授一开始还有点不习惯，总觉得这些高科技玩意儿不靠谱。结果有一天，老教授忘了关灯，正准备出门时，智能家居系统提醒他关灯，还自动帮他关上了。老教授这才发现，原来这些高科技真的能让生活变得更方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科技的进步不仅仅是年轻人的专利，任何年龄层的人都能从中受益。对于投资者来说，抓住这些技术革新的机遇，投资于那些有潜力的家居股，无疑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总结来说，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技术革新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为家居股带来了新的投资机遇。希望大家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让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舒适。谢谢大家。各位同学们，今天我们一起探讨了三个前沿而又充满潜力的话题，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普及以及智慧城市与智能家居技术革新。每一个话题都像是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惊奇与机遇。 AI 驱动的个性化投资技术宛如为投资者配备了一个超级智能的导航系统，不仅提升了投资决策的精确度，还让金融机构更好地管理风险和推动创新。金融股正是因此看好，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数字化医疗设备技术的普及则为我们描绘了一幅未来医疗的蓝图。实时健康监测、数据分析和远程医疗不但提升了医疗效率，还降低了成本，为医疗股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潜力。智慧城市和智能家居技术革新让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更加便捷和智能化。这些技术的进步不仅改善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还为家居股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总结来说，科技的进步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投资环境。每一项技术革新都为我们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潜力。希望大家能从中有所启发，把握这些机遇，用智慧的眼光去发现和投资那些具有潜力的企业。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任何疑问或者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科技的未来是属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期待与你们的精彩互动。加油！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编纂、设计、制作。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谢谢大家收看，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节目点赞。